都冇，應該係朝頭早嚟嘅。我相信在座嘅咁多位都應該係好攰嘅。咁啊，呢兩日都未有工作字，以我所知，咁就休息。眼鏡、手機、襯衣，動作、聲音、咬字，被那種劣評刺激以後，想不出新意，沒放膽再嘗試，習慣參考了事，在這倒霧城市中每人怎麼很相似，生活中淡我們嗎？不知跟不過，怎樣地重頭摸索。而家是 show 前一日啦，咁我哋就先头部队去 settle 好晒啲嘢，咁啊大队就 call 四点，咁啊晏少少嚟响下 sound check。琴日最后彩排啦，都仲有啲嘢可以做好啲，觉得自己咁就喺个车嗰度就再温习下咯。因为我知道佢哋要嚟睇 show， 其实可能真系要经历好多嘢，即系有啲住好远啊。好似有人喺特登喺瑞典係飛過過嚟，即係有少少壓力啊！咁大家對我哋咁好咧，盡量即係令自己可以再入到個狀態，再做好啲。今日李兆偉隻身由香港走到嚟英國，尋找佢音樂嘅夢想。佢至少受到英國嘅音樂薰陶，例如 Beatles 同埋 Beatles。有少少不安全感啊！所有地方啦，場館啦。都是一個對於我嚟講係陌生的地方，譬如香港，我嚟去都可能嗰啲場地都好熟悉啊，咁所有嘢都好有一種安全感啊。但係依個心情係好有趣，當你所有嘢都係未知嘅時候，咁你又要去面對。可以，你拉我又上去。點解有啲工作人員係講廣東話？好親切。呢個 Coldplay 喺度玩過，哇 ！Red Hot Chili Peppers 呢個唔識。我咧。呢、这個邊個嚟㗎？佢哋都喺度玩過啊 ，Queen 同埋 Adam Lambert， 哇！咁有機會同佢同一個台，即係唔係同一個台啦，同一個地方表演過，其實都好威水嘅，我覺得有啲驚。哇！原來佢哋都喺度玩過。This is culture and all good luck. Yeah, that is one of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in.In Hong Kong, especially for the show. 有咩咁特別啊？就係、是、咁，我哋係都第一次離開香港，係做一個 tour 啦，即係成隊 band 一齊啦。咁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意義啦，係。介紹翻大家今晚翻酒店嘅司機啊，四位大佬。三，我嘅小學同學 ，got me into playing guitar. I'm here because of him. 好多謝你哋今日俾咗我哋一個神奇嘅之旅，多謝倫敦。咩嚟噶呢個 ？Crispy Cream， 我嘅至愛，香港最想冇得買啦。嗱，呢度我就真係唔知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但係就應該係過咗百名漢啦，有人提我，有個尿 break 啦，同大家都肚餓嘅，要食啲嘢啦。琴日咧，我哋兩個 mistake 啦，喺個耳機裏邊咧聽到嗰啲香港聲咧，喺我哋起咗 dedicated to 嘅時候仲有，咁我又瞓咗神，我明白，所以先入唔到咯。明白，呢個第一個 problem。踏上台面嘅嗰一瞬間，會諗起2021年喺紅館嗰四晚，我哋四條友升上嚟，見到大家環抱住我哋嗰個畫面，其實係好開心。大家喺曬度，
同埋唱一首好重要嘅歌，咁但係無奈就係嗰首歌就失誤咯。跟住就連帶關係啦，即係當你有失誤咧，就好似一個球員誒，連續俾人哋入咗幾粒之後咧，守唔住咧，就係好唔好似好扯住扯住咁樣咯，少少真係唔夠 fit 嘅。希望曼城係可以排除萬難，唔好咁 seven 啦。即係呢個真係好 set， 好差嘅一個失誤。Thank you， 好，唔該曬。接著繼續呢首歌。就提醒我们每次的相聚不是必然， Rubber Band 来到曼城不是必然，有你们看我们也不是必然，很感谢这次的音乐会见到你们。我哋本身今日嘅 call time 係幾點鐘？8:45。我哋依家等緊咩？唔知佢車我哋機場嘅巴士。最緊要係自己行緊架自己車，佢哋上咗車之後，等啲人坐咗，大家都唔使行咧，冇人跟到自己啲嘢，可以現場係嘛？誒，唔搞住，行啦。卡文嗰邊點？依家9:07啊。Suppose 8:09就有架大巴嚟接我哋成 crew 全團人去曼徹斯特嘅機場。咁有一段時間都冇巴士出現，原來係拋流。咁於是咧就 call 咗十多架 Uber。聲音響過喇叭，暑天來下雪。本身 plan 咧有個半鐘頭 layover 噶嘛，計諗咗可以靜靜家坐低食啲嘢飲杯嘢，跟住點知咧呢度咧又要 check 好多 immigration 啊，排隊排到死啊，要再 check 行李，跟住咧我哋得翻十分鐘，咁我十分鐘嚟做咩呢？就係排隊啦。So can we together？ 其實你不止一個。你係邊啊？個行李？我哋個行李仲喺巴黎玩緊啊！正啊！人家 original 啊！香港拎過嚟嘅補聲中藥，五包四場 show， 呢度幾多包？我都唔知，聽個名都知道，好 underground， 28號 rubber band。柏林站同埋跟住 Amsterdam 嘅場就相對細翻啲噶啦，都理性少少啦，即係呢度少啲香港人。咁但係我哋又覺得好似做埋呢兩個城市係圓滿啲嘅。到咁多咩，大佬你 co-play 咩？唔係啊嘛，但係你要有一個心態係。即每一個地方你都去唱分享音樂咯，咁講好似好膠啊賣廣告，但係唔係嘅，即係你出 tour 就係咁嘅心情咯，即係你表演俾就算兩三個觀眾，你都要表演噶啦，即係我覺得依樣嘢咁 OK 嘅。沒意識，今次係我哋 Room Man 第一次嚟到柏林呢個城市，一個好靚嘅城市。我哋其實都係做緊一件事，就係好想將我哋嘅音樂帶到有咁遠得咁遠。有一個傳統，任何音樂會。場地，我哋一響呢首歌，我哋就好希望將個會場嘅燈光教暗。我哋想大家一齊去經歷呢個黑暗嘅時間。我哋有大家有夥伴喺度，我哋有音樂，
我哋係唔需要咁驚慌，或者唔需要擔憂任何嘢。King of 咧，一定係喺最前面，係個前鋒嚟嘅。即係如果啲 musician 啊或者 artist 要發脾氣嘅話咧，即係永遠 Making of 都係首當其衝嘅，因為 Making of 咧係直接入個 audience 裡面嘅。我哋已經諗緊聽日會唔會一個你呢度嘅 tour 啊？我呢個場館咧，感覺上咧佢係好紮實，同埋你睇下後面啲 panel 咧，好整齊嘅啲嘢咧，即係上面就係做燈，下面就係做聲咁樣樣啦。跟住有個閣樓可以企人，我覺得今日應該係四場裏面可以最享受的一場啊，係啊，因為我哋呢一站都拉屎一場。同埋最緊要側邊係有個水吧，係可以買嘢飲。呢個係好出名嘅 ，Mama's Garden 嚟嘅。我好中意呢個場，細細地啦，咁但係好近啊，同埋係我哋好想做嘅一種形式嘅 show 咯，即係一個好細細地嘅 live house。咁我估計啦，即係今晚大家會好 close， 氣氛會好玩咯，我覺得會係啊。即係今晚玩得開心啲，再開心啲，咁啊，同埋睇下。盡量唱多啲歌咯，你得唔得啊？我得，我有曬譜嘅喺度，唔使擔心。加埋一個城市又開心嘅，係啊，好重要。呢、這個城市係即係好正嘅，你見到人人都好 nice， 係咯，好開心啊！我成日見到你笑，你成日見到我笑，我哋啲團隊又成日都笑啊，唔知點解嘅。今日佢聲音狀態唔係幾好，咪睇有啲乜嘢幫到佢咯，即係或和音或者 band 或者佢耳仔聽有啲咩可以調節一下咁樣咯。如果喺香港嘅話，就會去針灸一下，可能做啲 exercise 咁樣咯。咁呢個時候都係保養一下啦，係。我唔會太擔心嘅，克服到嘅，去到 show 就得㗎啦。其實有啲嘢有信心。洲站最後一站，有少少唔捨得啊，因為即係依個係大家好期待咗好耐嘅一件事，咁即係暫時告一段落啦。即係但係嚟到依個 trip， 其實大家成個團隊好似一起經歷咗兩個禮拜嘅一件事。Thank you, Amsterdam。開 show 之前咧，我都半信半疑，係咪其實世界各地咧都會有朋友嚟睇嘅？但係做完第一轉之後咧，咁我好相信其實我哋去其他地方 ，even 北美啊、台灣啊，我相信都會有中意我哋歌嘅朋友嚟睇我哋咯。如何殘缺跌過，生命都
到山顶兜个圈去一起庆祝，相识七岁多少年来。而家八点咯，我哋去扫下街，睇下有冇啲小食食下。台灣就跟之前歐洲的意義很不同的，因為疫情前最後一次飛呢就是在台灣，就參加風雲榜，今次再過來 是有一種 很特別的感覺的，好像眨眼就沒有了一些時間。 UTV 的觀眾朋友你們好，我們是 Rubberman， 我是六號，我是阿偉，我是鼓手尼蒙，我是阿正。幾年前我們跟另外一隊樂隊 Plaster 就膽粗粗喺度搞咗個 live house 嘅 tour 啦，咁去咗高雄做一站，跟住台北一站咯。咁嗰次就係一個好有趣嘅經驗嚟嘅。咁其實嗰一刻咧，已經好想即係有機會啊喺度搞一個自己嘅專場，咁係一件好正嘅事，同埋搞咗咁多年 band 咧，都係一個對於我哋每一個都係一個目標嚟。剛才唱兩隻歌的時候，第一隻好像把聲是那些不是未開聲的，而是少少呼吸系統的一些小毛病。剛才我懷疑是那個焗還是怎樣，但是你個人精神啊，帶有 con 啊，諸如此類十萬樣可能。你幾好啊！謝謝，可唔可以幫幫手啊？請講，係咪？呢個原位你個勁冤啊！我諗係因為尋晚踢國馬咯，係嘛？最輕係你嗰個三個裏邊，咪咯，三個最輕嚟嘅。係啦，即係我就俾我渣。阿 Kiki 可唔可以 send 啲相俾我之後？唔講就唔知啊，可能發得太高啩，枕頭。聽公國去了法國，跟住佢話佢會喺法國飛過嚟呢度幫手，結果未見咯，而家都未見。阿 Jan 你去邊啊 ？Jan， 依個白川國啦，清音院啦，我呢個又呢個感冒嘢嘅，呢個又係中醫俾我嘅一陣再沖。順順利利啊！老闆有冇嘢幫手啊？喂，多謝你喺法國趕過嚟啊！係啦，俾你趕到喎，都趕到啊！好嘢啊！好趕過嚟㗎，我喺南法啦，從巴黎啦，巴黎去曼谷啦，曼谷嘅台北啦，好好搞，即刻有心，即刻有心。小姐有心，令我想起我的三位队友，经历了很多事，直到2023年，仍然在玩音乐。这首歌其实很简单，但是它的力量很大。我希望这首歌是好像永远大家的提醒，一个提醒就是，无论去到哪里，我们的音乐会陪着大家。多一天得到欢呼喧哗，心焦一刻抱拥一下，当天热血挥洒，谁说吧过这年华。
咁食嘅時候已經係呢度嘅兩點幾，食完都係飽飽滯滯。即係其實如果專業少少就忍一忍，咁俾個身體一個腸胃休息一下。哦，但係就都係選擇咗香港慣有嘅做法。呢個炸雞其實有時喺香港食嗰種有啲唔同，會有青椒啦，同埋有菠蘿喺度，咩菠蘿青椒炒牛肉，然之後嘢淋落個兜面度。嗱，你好想食嘅時候，咁係好好，我心靈上嘅慰藉多啲咯。日落在极处出现，沉下去息间天已黑，平静世界那个你快将入眠，好开心嚟到洛杉矶，我哋嚟自香港 Rubber Band。烈日慢慢盛放海面，还为你暖透了冬天那花蕊，好梦幻啊，好似啲电影咁梦幻，所以好多谢你哋，你哋都系促成呢件事嘅朋友嚟，所以我哋好衷心多谢你哋。我哋呢个系我哋 Child Tour 嘅第十场，多谢你哋见证，有机会再见啦。We love LA, we love you。多伦多同伦多，喂，急事，我想接 Patrick。嘅機票啲資料可唔可以 send 俾我？入閘嗰個位咯，我暫時理解個問題係入到去入境處嗰度，啲人就停咗唔俾入閘，咁所以而家問緊。我哋而家身處嘅係多倫多嘅機場。我哋有部分嘅樂手啦，即係包括塔姐啦、Patrick Lui啦，咁佢哋都係今日先至到步多倫多，咁就聽日，所以我哋要輕輕彩排一下啦，咁就後日就操咯。而家啱啱半夜12点，咁我估都有12个钟到咯 ，OK 嘅，歸隊感覺好。呢、這個地方咧就係、是、我哋成日話有個 engineer 喺加拿大幫我哋做 mixing 咧，就係 Gabriel 啦。Gabriel 香港人嚟嘅，咁跟住嚟到咧，我哋需要練歌。咁 Gabriel 咧有個 studio 喺度，我哋而家就上去參觀下。因為好多時我都負責同佢有啲嘢交收啊，咁所以我係同佢講咗好多個電話或者 WhatsApp 啊，好似好熟嘅。但是另一面就是我們一次都未見過，昨天見到就是很有趣的感覺，還要在他的 studio 做彩排。這次我們玩有一首歌叫《世界盃》，即是很多年前六號寫，就是講一些非洲的移民來香港。我們唱這首歌的時候，有一句歌詞好觸動到自己嘅，就係、是、最後嗰句，願望每個鄉里今天過得完美。大家都尋找緊自己嘅新嘅生活，咁其實去到最後，最後最重要嘅就係大家都過得好。願這一刻吸一口氣。愿能好好哼首歌，无常中好好坚守骨气，就算世界再坎坷。佢琴日问我一个问题，即系我都唔知点答。即系我哋经过 Roger Centre， 就话会唔会有一日可以真系 Rubber Band 带住所有嘅团队？我自己系冇乜自信嘅一个主音嚟嘅，我哋乐队都系，其实真心讲。但系每次去完成一个站一个站一个站，就慢慢拾回自信，而啲自信。呢啲信心，我相信係你哋俾我哋，所以好感謝你哋。
提到你哋，其實最後跟住落嚟呢首歌係諗住你哋生活好嗎？生活如何去寫？在那邊休息，下來看出戲。咦？點解我啲吉他啊、行李都出唔到嚟嘅咧？呢啲就係即係 touring musician 嘅 live 咯。其實我哋翻機話 delay 兩個鐘，跟住上到機再 delay 都一個鐘，即係坐喺度，佢話開機開機，但係 keep 住都唔開。Jason 喎，喂，係喎，好冇錯。喂，你影緊相。喂。任季節再更奪換它，迎著未來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復話。戴维第一套咋？系啊，台北嗰次真系湿到流得水出嘅，今次好啲。2021年嗰个 Chow 嘅 show 咧，我哋系着重讲，大家走下一个，走下一个，走下一个啲乐手啊。咁但系嚟到呢度咧，其实我哋刻意系冇做翻呢一样嘢嘅。呢只歌本身都系几 emotional， 咁加埋我哋上一次嘅心情系讲拜拜啦，今次系 Hey， Hello， We're here。我哋本来当日讲拜拜都唔知几时再见嘅一班观众朋友，又甚至乎当日嚟唔到睇嘅观众朋友喺度出现。咁我望到台下前排真係有人係喊緊或者係喊過咁啦，咁嗰刻我自己都覺得啊，好感觸啊！即係原來，即係唔單止我哋咁諗啊，原來可能觀眾席裏邊好多人都係咁諗。上次那未完託課，餘下半段副歌，後續年輕的詩可不可？再見不要計時間。上去抵抗世界放大，这刻我们在一起，笑喊悲喜，泪流泛起，是在一起。哦，天朝散聚谁先飞？离合叹气，誓词收起，曾同行一起。佢成日謝幕咧都唔肯出場啊！所以咧要介紹下佢就係阿峰啦。我哋又儲夠能量啦，多謝你哋！我哋呢個能量交換，我唔知邊時開始，我覺得每個音樂會其實就係台上嘅同台下嘅做能量交換，然之後大家聽日翻返去屋企，或者今晚翻返屋企之後，其實明天又有各自嘅生活軌跡，但係儲住啲能量應付好每一日。我哋都收曬你哋能量，多謝你哋。